我们已经演唱完了，现在要打道回府。哇塞，哇，多漂亮的夜景，灯火灿烂辉煌。哎，这个马路都是，这个才叫做马路，它这个马路都是一块一块的石砖拼起来的。哇，你看，几乎是整个罗马城都是这个样，非常的工程浩大。今天我们的演出非常非常的成功。非常美丽啊！终于很圆满成功。今天哈，九十几分了。今天那个教堂出来那个简介是一种作祟啊，在教堂的规定告诉你。来，香烟一米，那个中消供应。养龙美颜，不行，这只来叶家的人，咱们去吃个，曾先生，还是。明天开始就要香槟车了，不可以。来，你给老板喝香槟来。明天开始要去逼车。谢谢诸位美女的妈，割两口啊！谢谢啊！今天要谢谢我们这几位幕后功臣。啊，你要收暗啊？真的。